应该不敢停车，还要野，有车顶没事儿。哇，这啊，就是被队友东打下来了，被队友打下来。我还想这个黑猪这个位置怎么能直接爆头了呢？顶级 maybe 从天路到 MCG 体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啊。哦，那木子里这个被侧身拖得漂亮。要架。他人在什么方向？还没有支援，还在支援的路上，而且没有开车，腿着来。这个时候听到、啊、小爬过来吧，听到 MCG 的车停了，应该走的。哎，还是被补了。这个烟雾弹感觉姗姗来迟啊！哎，没办法，他什么不、啊？他但可能刚才爬的时候以为压制住了高点的人，但是发现高点人没有硬退。哎、哦、呦，这一波大盘击、哎、一个。全是一把大盘机的扫射，这个东西接车确实厉害。这个坡你敢停？这个坡你敢停吗？不敢停，直接来。哦，旋风冲锋，龙卷风，直接接了正面一个。哇，也没问题。哇，其实我这个拉枪反应，就两个人，这个分彩毒房就两个人。原牌手小明这个选择，他这个提前的一个布局非常明智。嗯，看看吧。DT 也在队伍相对有点多，而且很密集，大家全部要进圈。R 圈就变成大强侧了。很多队伍都考虑着从这个各个才完全可以等一等，感觉倒人之后再出枪。这一波估计两队都会很小心，不会给 TMA 太多的一个枪线的一个机会吧。哦，防区里面炸倒一个李构斯，如果这个时候不出手，有可能没机会了。这颗雷，李构斯这颗雷漂亮啊！这是小鬼李构斯，嗯，我看错了，小北的雷是把自己和实际兽了，是他的是一颗裤裆雷，是的。小鬼得先混到烟里，哎呦，那是远点，是小叮当。对，哎呦，小叮当这个距离太远了，大汤的枪线直接干倒了小鬼。嗯，确实血量够残啊！啊，天路也来了，天路来找 TMA 麻烦，这边居然成了一个激战的一个地方。啊、后边先出手打了一个，刚才也打了一个，一换一，位置还是比较明确的，位置比较明确的。哎、哦、呦，许生这个三倍，感觉这个 AK 三倍就有点太反人类了呀。是这个。不说好控不好控啊，它的精准度就相对要低一点了。嗯，乱跳，有个补偿器还好。哇，这反打了！哦，第一波反打了五七七，只剩血魔自己。可累，哎呦，这边进不去圈的队伍全部都在圈外呀，包括圈边呀打架。嗯。先换一打，你进圈以后还反而不好换分，你干脆有人愿意跟你换就磕到底算了。对对对，他们我看到甚至三方还留了人。对，我看 Pyro 的话，其实之前我们知道小明应该是在圣山土路这边踩点啊，但是发现后续怎么全部汇合到了大仓。嗯，太远了。那 H Henry 这边还是最后完成了对于 DDG 的淘汰。对，啊，两边不，这要干嘛？一个人先撞了吧。滑了过来，但是被听到了，应该小叮当被扫了下来，进来的人也没了。哇，这是在干什么？莱恩 KK 姗姗来迟，高点马克在高点还有一个人在架枪，这个位对了呀。这是一个一个，而且架枪的小明也倒了，只剩莱恩 KK 自己。这个我没看懂啊，他 SMI 哎补不到，先把胎给打了吧。那莱昂 KK 的话还不带圈，这颗雷我漂亮，能拿一分拿一分吧。他自己这个车后胎还没了，想要往里进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太好的位置。哎，直接脸过去补掉那还行，这个厕所还能跟上面对对枪吧。看了很久这个厕所，没问题。我拿了之后，204高点还有两个人，拖得够久，那外边的人肯定不好受。哎，又撞过来了，这我今天全都在圈外打，而且 F3G 还是主动过来去打的 TMA 嘛。嗯。
TMA 这个部署打的是让 XLG 一头雾水啊，人都摸不清楚在哪儿，就倒了两个，奇奇怪怪的，只剩一个，嗯，特别有没有车？没有车的话，也只能被拖了一波，基本上再没动过。哇，最后小灰灰最后一枪还是打倒了骄阳，但是近点来人了，灰灰的判断是先趴往后跑，躲第一波雷，血打上来之后有没有雷？有雷，往烟雾弹，往那棵树丢。哦，近点还是把特别淘汰。那 TMA 把人救下来之后，还是可以继续玩。嗯，他们能看到山底下那个坡。Lion KK 从蓝圈里大仓那个位置把骄阳的分数拿到了。哇，这个太离谱了，这个。他还在蓝圈里呢，他一直被 SMS 卡着，一直没出去。他那块包真的很多。这根据勾股定律得500米了，差不多。是的，而且是四圈的，这个四圈的、啊、四圈他还能找到机会打这么远的人，那机率包挺多的，只能说。SMS 也来了，全路这个位置遭大中。艾奇还是 Henry 也换了一个，对，还是换了一个。五圈一道基本上这个就差不多了，这肯定已经打干了，药肯定也没了，没有了，真的是一滴都没有了，两个 KK 车也没了，药也没了。十二月这边先倒许成一颗闪，其实扔到鱼人的，但是他现在不敢下判断，位置还是不好上。嗯，打一枪换个地方，许成现在确实只能采取这样的策略。是的，主要是如果再不主动的话，对面肯定被救起来了，就还是要拿这个点想办法。哎呀，是被逮到了。那 TMA 还是没有上来，而且 RBS 站住高点的话是以三个人就卡。现在主要是 Summer 一个人留了一手， Summer 在上面留了一手，就你 YLG 转过来，要不是 Summer 打两个侧身，哎，被倒，小心千万别倒人、啊这个、他确定 MCG 确定是出不来的，确定一楼是拉不出来的，对，不能再尝试这种东西。Summer 倒了，哦，而且 RBS 的12月出手打了一个 VLG 的，这什么鬼角度啊！那没办法，面太广了，你这个上面的队伍一直要看这个小防区的一个眼色，那很难受的。走位上面有限制，哎，苏九还是被淘汰。嗯，捏了个顺爆，而且撞的队伍应该很多，就是有一只撞肯定就会有第二第三只，但是这个积分赛就基本上没人撞。对，现在缺分强制不高了，哇，这边打得很凶啊，哎呀，疯狂坏人 LCG 还是完胜、哎、YLG 想从这边找机会， YLG 应该是看到了这个信息已经读出来了，但而且这辆车会耽误他们一些时间。好，他这边看到了，哎，漂亮，打了一个刚救起来的啊，而且听到这个声音啊还是很恐怖的，一把妹控侧翼也到位，哎，没有问题。您和 Regret 这边地形还是有点小尴尬。RBS 阿里，而且烟够多，周平和明明烟够多。哟，近点还没有顶住、啊、，Monster。没事没事，现在没有枪线，去不要再倒了。蓝蛋后撤，等队友。不对，怎么还留了一个后边？完了，这个也倒了。哎呀，出事啦！出事啦！出事了！出大事了！把自己当内奸玩，哎呦，这个 M4 雨露均沾，全是残血。小虎补枪打倒了明明，哦，这个宁又出手打倒了钟平岩，近点只有一个人了，是谁？啊，也没了。最后男蛋也被淘汰。VLG 的话还没有来到近点，那 RBS 有充足的时间去找机会。这个战术 RBS 用过，他熟悉啊，能不能成功？啊，还是打了一个，但是自己也掉了一个。啊，三颗雷，那基本上雷建设到一点伤害，瑞瑞这边就没了。好，那雪莲打起来之后没得操作，还是恭喜 RBS 10个淘汰，吃下我们今天第一只鸡。嗯。